次的夏日特卖。你这么快就降价了？你极度好评，你这么快就降价了，还打七折？哎，奥德赛大家可以买哦。哎，奥德赛不是大家都说什么？奥德赛不是大家都说什么？那个《刺客教条》系列是什么 ？Always 特价。Always 特价。哎，《侏罗纪世界》居然剩300多块 ！Oh my god！哎、欸，《侏罗纪世界》超好玩，它刚出的时候，我直接玩到早上吧，完全不睡觉的。哪里份超好玩，超好玩！《侏罗纪世界》就是一个养成，就是你要做一个侏罗纪公园的世界，然后所以呢，你就是要盖很多很多的设施，然后去解锁。然后你除了就是要盖很多设施去养那些恐龙之外，然后你还要派那个考古队，然后去挖那个化石，然后去修复那个恐龙的 DNA， 然后就可以复育不同品种的恐龙。那最终目的就是建造越来越大的侏罗纪的公园，然后让越来越多的恐龙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超好玩，超好玩。可是你也没玩了，无所谓啊。至少它就是会让你就是一时非常纯净，而且现在才300多块、欸，不买理由是什么？不买理由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之前有想要跟 MOD 们一起玩这个游戏，这好像很好玩。这是射鲨鱼的吗？我怎么看别人玩是玩鲨鱼互咬，然后是大逃杀版的，哈，那这样看起来就不好玩。我看别人玩，他们是鲨鱼，就是你就会变成鲨鱼这样，然后变成鲨鱼之后，然后就互咬，然后看谁活到最后，然后看得分最高的。我看的是那个，就超好笑的。这怎么还要试人家是啊？哎、欸，是多喜欢大逃杀啦！怎么觉得这好像很好玩啊？啊，我打的也都是玩家吗？很好玩、欸，看多少钱？压倒性好评，才190哎、欸！先新增一下购物车，继续购物。
哦 ，Two Points Hospital， 干这个也超好玩，这也超好玩，我极度推荐，激烈推荐这个。这个也超好玩，这个我好像还有出过一支精华，你们可以去看。然后里面都是一些很坑的，总之你就是要当一个医院的院长，然后你就要去看你的医院要怎么规划，然后他就会生各种不同的病，然后你就要去研发一些病的解药，然后这个镇上的病人就会找你来解决他的病，然后他的每一关就是不同的城镇，他每一关都是不同的城镇，然后不同城镇就有不同城镇流行的疾病，所以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研发这些疾病如何去解决，超好玩，超级好玩，也是你一玩就不想睡觉系列，400多块。哎，炼金术士系列，这哪一代啊？这哪一代啊？这是城市经营的。敢说不定我会喜欢哦，因为我超爱经营城市。所有主角都有哎、欸，Skyline 我有买，怎么玩啊？怎么玩啊？哇，太可爱了吧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才打八折？为什么？好想玩啊！啊不不，为什么你才打八折？加入购物车。GTA 特价，巫师三，哪路透？最低25折，哎呦 ，Monster Hunter 也特价了 ，Overcook， 我这里还可以购买所有的 Overcook DLC 耶、欸、，Overcook 所有 DLC， 我觉得 Overcook DLC 其实做的蛮好的，它就会做很多各种不同的场景，哇，你怎么9折还可以接受啦？我想说，干你不是才刚出而已吗？这个全军破敌。哇塞 ，Kilo 也特价！天命奇遇，这到底好不好玩、啊？我之前有看尬姐在玩。啊，这是国产啊！您是仙人，安安娜阿烟，怎么感觉还不错啊？假三零的富二代想做游戏，
草爸就开游戏公司给他杀。你们好现实啊！哎，真的，这是假山林。哇，真好。你爸缺女儿吗？哎，才299，哎，好像还可以哦、喔。加购物车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这次看的夏特卖的游戏啊，大概就是挑一些我觉得我比较有兴趣的，然后跟我以前玩过的很好玩的，然后我觉得很值得买的推荐给你们，而且几乎都很便宜啦，除了炼金工坊的那个金银的，但那款我还没玩过，我只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炼金工坊系列，所以我才会挑那个片段出来，那大家就可以去来做夏日特卖的选购咯，有一些还没有入手的游戏都可以趁现在赶快入手，或者是之前你很想买了，它刚出的时候，例如说像《恶魔猎人5》啊，像《只狼》啊，像什么之类的很多大作，很值得一买的，你之前没买到的，现在都可以赶快来去做购买咯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订阅，然后在下面留言可以建议我还想要看我拍怎么样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三个动作一次完成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